今天我们要把106年度的治安工作奖励金颁发给各个警察机关。颁发奖励金的用意是要肯定以及感谢各位同仁过去一年的努力。那么过去一年，政府全力推动扫毒、反诈骗以及打击组织犯罪等重点的工作。在警察同仁跟各机关部门一起努力之下，我们做出了许多具体的成绩。反毒、反诈骗、反帮派一样是新的一年的工作重点。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守护人民的安全是警察不变的使命。那么去年警察节的时候，我强调要给警察足够的协助与照顾，这是政府的责任。那么这个会期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，那么我们也做到了一些来作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。那么其中包括警察制服贷款的预算已经由国会通过，新的制服是经过网络票选出来的，非常帅气。那么重点是这一套新的制服将会很实用，后续我要请警政署加快换装的工作。那么这几天大家也都看到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警察出勤的便当从80元调整到100元。便当看起来是小事，但在执行中的当下是维持体力的大事。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警政署，提升警察的工作环境。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过年期间是我们警察同仁最忙碌的时候。借着今天的机会，我要向我们全国的警察同仁说一声谢谢。新的一年，我们继续加油，谢谢大家。